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这是南木了，这是捧刺吧？龙克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在那开车呢，你咔撞过来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撞你了，你不知道啊？我在这里站着，你看不见，怎么个大坏人？什么？你在那站着？你明明是冲这头飞到这头的，飞到我车跟前的。哎呀，你少说废话吧你！你撞你了，你看哪么办吧？哎呦！你想讹钱是不是？我就讹你了，哪么的？老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好这样。是不是有脚力儿？你再说了，你有脾气，能不能换个高端点的？啊，太低了吧！别说那么啥废话了，你今天没有个我二把菜单走不了。你是想惹我，看我好欺负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别看我穿的白白净净的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惹了你会后悔的啊！切，那么的了，还能吃人啊？喂。你算来，你想有多少钱？五千。多少钱？五千？我这辆车没事花了一万五，你跟我有五千？我这三分之一个车头都给你了。宋和尚，你今天有没有事儿？我忙，我得赶紧走啊。有事儿最好。哼，要五千，不行，一千走不了。老婆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小胳膊小腿的可不接得我欺负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我以前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干这个的，明白了吧？哎呀，小伙子，你不要在这吓唬我，我吃过的血盐比你吃的饭都多。我还怕你啊？好，横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，识相的立马走开，要不然你后悔都来不及。哎呀，我还真不打出你这手了。来人啊，都来看，撞车的、撞人的，好，不可以了。你这样是吧？那我一会儿来个更狠的，你可别害怕。还有什么更狠的？哎呀，就你们捧刺儿这俩小套路，哎呀，别后悔啊！啊，要不说话咱这么样，你收哪块行不行？收哪个？啊、那给你多说。三千。多少钱？三千。哎呦，给我打了个0.8%的折扣啊！行不行？行啊。三千，我一毛我也不给啊。是，你这说话呢，你哪能这么难说话呢？说一说一，要不我得给你打打。你当这菜市场卖菜呢，还卖一张啥？哎呀，行，躺着吧，继续你的表演。哎呀，奥斯卡这个奖啊，一定会颁到你手里的啊。另外呢，你要躺好了啊，你别这样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把脚往这儿摆。啊，你什么意思你？什么意思啊？瞧好吧啊！